小糯米快要弟弟妹妹了。今年6月1日刚荣升奶爸的刘恺威日前宣传盛夏晚晴天时透露，已将生二胎列入下一步计划中。糯米奶爸一提起孩子妈杨幂就一脸幸福，粉丝忍不住追问什么时候给小糯米添个小伙伴时，他微笑的回应，这事顺其自然就好，我当然是希望家里更热闹一些。没有杨幂在场的刘恺威时刻没有乱了阵脚，现场与女粉丝模拟剧中求婚环节时，无论怎么起哄献甜蜜一吻，始终被刘恺威以我是有家室的人而礼貌回绝了。生完小公主再生小王子，这剧中经典台词是即将成为下一个神预言吗？那我们先生完小公主再生个小王子啊，生完小公主再生小王子啊，那我就辛苦一点我再努力一点了。优酷学员了，小糯米要当姐姐了，整理报道。2014 Mnet 亚洲音乐盛典，上优酷为偶像投票，拼人气抽门票。